娜姐好，我刚刚说谁那么飒走进来？我刚才还，我刚才在车上还猜呢。是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怎么个意思啊？咱们走吗？这我不晓得，这是涂口红吗？还要？对，我指导一下吧，来，来，我导游一下，来来来，然后选一个牌，然后这边就把自己的唇印印在上面。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印这个唇印？这都已经有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都是没有的。 就这样吧，给他一个热吻，对吧？对，好，然后你们俩继续舞，我去那边。好，可以了。哇哦，走了是吧？进去。走。哦，走走走，左转。左转。你不走吗？走，我不走。啊，这干什么呢？你是来干嘛的？指挥的。我过来给你当个导游。 你是来教唱歌的吗？请问，哦，哎，快站起来，马上起立，夏总监，夏姐，我爱你，大姐大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这乖乖的吧，等待姿势。 好的，我找一地儿。因为你坐前面去啊，你得坐第一排吧？谁说的？就是我们一致觉得。娜姐，你应该在这儿。你别坐上头。啊，这挺好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娜姐，你坐那儿吧。啊，你坐那儿吧。我不用，你得坐中间。就是来到这个节目，就是放下身段，不要想自己的过去。 我们这不是走进了百花园吗？哇，这么多花在一起，真的很好看，足够是一场就是眼睛的盛宴了哈！你好，哇，好帅啊！你好帅呀！谢谢谢谢，好帅！你干嘛好高级公爵啊嘛？高 feel，Thank you。你找一个位置。哇，你好瘦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？我再胖一点不行吗？对啊，就是小的时候好像之前还。 应该是也给您办过，我真的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吕一，哎，吕一你好，我上学的时候也给您办过，我真的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就坐这儿吧，你好帅呀，是吗？嗯，也春色满园，那有是，那有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陈梓潼，梓潼好，胖了，啊，我胖了吗？好，全是歌手啊，都专业歌手了，啊，真是厉害，么么哒，你现在真好，哎，咱们一晃那个就是。 好声音结束之后，我俩没有见过，就没有见过。我看到你还是觉得很感动，是吧？挺好，你们的组。潘金姐，都回到儿童时代。你好，我是汤金美，那个喝汤的汤，三点水的汤，水晶的晶，女字旁一个眉毛的眉，不好记，你就叫我汤汤就好。汤汤，对对对，你好。你好，我特别怕他们，就是都来，就是打招呼。娜姐。 可是呢，我这人说话本来就属于那种。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珊珊，珊珊啊，娜姐，我是胡静，向您介绍。你好，你好，希望您能跟着您带我飞带我走。啊，你们都挺好。我今天就娜姐，你好，我是演员贾青，我贾青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娜英老师你好，我叫刘烨。哦，你。 在30个女人的堆里，其实我不是想挑战她们，我是挑战自己，挑战自己是不是能够跟这些人，真正的好好相处。哇，谁坐这儿？娜姐，娜姐，我们觉得你应该，你不要再说再。 我很紧张，他别不要再挑事儿了。<笑>来了来了，啊，我坐在这儿特别好，<笑>我很放松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赶快回你自己的座位去。<笑>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的位置是规定好的。姐姐。
你该叫我妹妹，我叫你姐姐。姐姐，你坐那儿吧，你就坐这儿吧。啊 ，no， 没有人愿意坐那个位置。姐姐为什么不去呢？啊，我是觉得我现在此刻就像一个新人，就是如果随时都可以做个新人，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所以我没有任何落差。万一大家都不坐那个位置，我不管谁来谁坐了。我是演员江柏芝，我今年40岁。我是董璇，今年41岁，入行17年。哇，我觉得我们来的是最晚的一步。哇！啊！吓死我！柏芝姐来了，董璇和张柏芝。姐，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欢迎姐夫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超喜欢叫柏芝好呢，还是柏芝好呢？啊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好啊。对。Hello。Hello， 阿姨。可以啊，节目里面叫你。创业放心。创业放心。他的头发都好香。哇，你的皮肤好黑。他说你的皮肤好黑。柏芝姐姐她就是那种梦中情人的那种样子。好漂亮，好好看，你好好看。终于看到本人了。柏芝姐，这是我的朋友李菲亚，她很喜欢演员。我常常看你的那些真人秀。那如果我们跳舞不行，你再多教教我们，没有问题。因为我完全是左右手不协调。没关系，你自带光环，你有一个魅力在舞台上。本尊蓝，站多了就可以了。怎么可能？好高雅。我装的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好欢乐。你们已经找完就完了。我帮你找到了，你在这里啊。C 位不行，C 位应该是那英姐。